一台全新的挖掘机，第一铲土就交给你来挖，好不好？好。咱这是一台全新的挖掘机，跟咱的老款的不一样，你上去看一下会不会操作。来，把门子带上啊。来看一下。哇，这怎么跟轿车一样？很好，是不是啊？来，你现在启动，这是一键启动的啊。哎呀，这怎么不管用的？老是一直摁着，摁上几秒钟。这个一键启动是这样使用的，启动了对吧？启动了，现在咱们看一下这个仪表盘啊，仪表盘一会儿它就切换到这个界面了。它是那个触控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兔子档跟乌龟档的切换，这是带自动怠速，这是咱听音乐的，这边所有的蓝牙啥都在这上面了啊，也就是说空调啥的都集中在这个屏幕上了。咱现在加油门来。这个是油门，电控的，往上加，往上拧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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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拧。好，现在这边显示五个了，是不是？也有五个灯在亮啊。现在咱们看一下操作，还一样吗？安全锁来，还是一样。现在先说右手，来，右手咱往后拉，啊，还是提大臂啊，来往前推，落大臂一样啊，来往左掰。啊，这是内收铲斗啊，往右掰，还是一样的，来外翻铲斗，这是，来现在说右手，咱看一下右手吧，来右手往前推，啊，还是伸小臂，来往后拉，还是收小臂啊，来往左掰，啊，照样是左转向，那我右掰肯定是右转向了，试一下，操作都是完全一样，这行走咱就不说了，好吧？那个，然后这台新挖机让你来开。高兴吗？高兴。